请问哪位是老老师啊？我就是啊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打伤我班上学生的人呢、啊。哎，你到这来做什么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是想。你想干什么、啊、你？没事没事，我扶你起来啊，我扶你。哎没事没事，只是这袖子，我帮你穿好啊。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不要走啊。我帮你擦干啊，我帮你擦干。你要死了你！没事没事，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没看清楚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就冻成这个样子。你要是故意的，那还得了啊你！我们卑鄙会的宗旨是：不够卑鄙的事不做，越卑鄙的事情越做。告诉你，不加入我们卑鄙会就是对我们卑鄙，你卑鄙我们，我们卑鄙会就。你老师，你上课谈事情，我知道你上课干嘛？回来给他，回去就回去，正不正？快回来！打烂桌子吓学生，我操！你要控制你自己，教授不是靠打的，就算顽皮吧，你也不能使用暴力，你太冲动了。敢藏在抽屉里面，就在抽屉里面。好。哎，真的是老鼠啊！我最怕老鼠了。那是假老鼠，傻瓜。你那只是真的，假的在这里。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邀请你参加，你自己看好了。老老师，你是我的干炒牛河，我是你的干柴烈火。爱的越深，情感越深，当我对你的爱向大众公开，所以诚心邀请你参加下星期日由我主办的性开放日。啊！性开放日，老师啊，这就是你的邀请函。是啊，你没看到我的签名吗？你来不来啊？跟我的学生在一起很好玩的。玩你个头啊！你个色情狂！哎呦，我，简直是不入流，这样的中文都写得出来，哼，简直是丢尽学校的脸。校长，那封信不是你写的吗？你还敢说不是？校长，那封信的确不是我写的，那是你的学生想整你了，人都想推卸责任。校长，这封信是哪个写的？只有那种偷鸡摸狗的鼠辈小人才不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。老师，是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写这封信犯了好大的错误？老师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写白字。干柴烈火的干字是干尸的干，不是竹竿的竿。还有，我们邀请陈龙先生的腰字，这个字你也写错了，不是妖怪的妖。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身为中国人，连中文都学不好，会给人家耻笑的。或许是我的错，我的教导方式有错，我没有能力教好你。为了不要耽误大家的前途，今天这堂课是我最后一次教大家。那封信不是康老师写的啊，是我写的。康老师他不是个坏人，他也不是色情狂，他对我们好有爱。
开心又乐于助人，你帮我补救了。是啊，他现在又是脸，谁让全世界的人误会他，自己人误会他都没关系，连你都误会他。真不好意思，叫学生帮我约你出来喝咖啡。不好意思的是我，没想到因为我的关系害你失业。喂，张老师回来了。哎，还挺好的。想不到游泳那么难学，我已经安排一个老师来教你了，你看。哎呦，他们那些人怎么坐了我们的位置啊？给我一分钟，我要他们立刻消失。不要去了，你忘记你上次。这次不同，这次因为我爱你。再见。啊，我最近练举重，请。哎，糟了，我忘记拿相机了耶。啊，老师，你腿长，你帮我们拿一下嘛。糟了，又被甩了。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！老师再见。哎，你们这群小鬼，到结束还是老师？康老师，老师，我爱你。